最好的故事不是讲出来的，你相信有鬼，也不是去听来的，500万，它应该是你亲身去体验的。1亿7000万，2002年底到2003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了这样一个小镇，碰到了这样一件事，遇到了那样一些人。现在就爆发了。也许对我来讲，这是一个终生受益的好故事。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不仅因为我从始至终沉浸在那个故事里，更因为有那样一个普通的家庭领着我，见悟了一个人怎样变成另外一个人的道理。冬至，到底是干？就当山野情，我深深地进入了主人公的世界，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随我一起去见那个人。所以我有理由把这个故事拿出来讲给大家听。送了，哎，好，哎，刘副，再见啊，慢走啊，哎，好嘞，好嘞，关门吧，关门，好嘞，哎，好，这么快，嘘，没在家。他什么时候回来啊？也许他就不回来了。跑了？可能上次是我问的太直接了，打草惊蛇了。这更说明他嫌疑重大，要我说就申请逮捕令，逮他。逮捕令？没有证据，拿什么申请逮捕令？嗯？不过我感觉啊，他还会回来的。回来？为啥？你女朋友呢？我说麻烦来了吧。今天就到这儿，也该休息休息了。车归你，赶紧走啊，卢婷，咱们下车。我们怎么办呀？我送你回家。
我家不在这儿。饿了吧？我请你吃饭，去吗？走吧。反正都是家常便饭了。刘凯，你知道我刚坐在这儿在想什么吗？想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和你好多久了。怎么突然说这个了？没想到这事儿还真干成了，怎么早没想到？哎呀，这时候了还看这种书，吓唬自己。我说你是不是嫌你自己的胆儿还不够小啊？啊，倒点水。佳佳。那2000块钱明天一分不能少，你全给我存回去。再有，这事儿不能再干了，太悬了。你越看这个东西你就越害怕。不干了不干了，没让你再干。行了行了，别在那吓唬自己了。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坚守自盗。好了好了好了，你别吓唬自己了，没事儿的。大伙儿都知道你是个胆小的人，谁也不会想到你身上。那不管他想到想不到，明天反正不能再干了。我马上回去上班，你把2000块钱赶快存回去，好吗？算我求你了，啊。
行吧。戴维那需要钱，我想给他一点，你说呢？要给恐怕应该先给邹奶奶和马恒建他们吧。哎呀，我没说不给他们嘛，我是说先借给戴维一点。我觉得不是很合适，我不是不想帮他，但是总有个先来后到吧。他是我弟弟，我知道，我不管谁管。我知道，我明白这个道理。他要多少啊？借了人家50多万，你说给多少吧？你说。50万？开玩笑。陈一平在这一天什么也没写出来，魔笛开始失去了他的力量，大祭司萨拉斯特罗永弹调在这神圣的殿堂里好像预示着光明力量的不可战胜。夜女王和摩尔人的离去让他从此陷入孤独的境地，那是将伴随他终生的孤独和恐惧。所以从这一天开始，他便什么也不再想了。好，胡大夫，你先说一下这个病人的 CT 片的情况。这个病呢，从 CT 片子看呢是大面积的脑挫裂伤，目前呢血肿基本吸收，患者目前的生命体征是正常的，但是呢神志恢复还没有恢复过来。王大夫，我找他有点事儿。王大夫正在为菜园协会诊啊。可是我有急事儿，一分钟，好吧。你等一下。谢谢。王大夫，菜园协的家属找你有点急事。陈先生，哎，打扰王大夫。陈先生，你有什么事儿？这个是老蔡的医疗费。怎么是陈小丹？啊，是，啊，这是我女儿的名字，但是，是给老蔡用。是女儿的名字是吧？对对对。那你看上面取多少钱合适啊？都取了。全都取？对。20万。好好好，这下够英特利比特这个一个月的药费了已经。啊。哎呀，老蔡有你这么个同事啊，真是好福气啊。哎，应该的。那这样，我不好收这个存折。你呢？到一楼那个住院部，去入账，麻烦你去一趟。挺麻烦。哎呀，真想交你这么个朋友啊！再见啊！哎，再见。哎，好，那我先不送了。哎哎，我还开会呢。再见。光。
啊，今天恐怕不行，我们也有规定，一次性取款超过50,000元要提前3天预约。能不能帮帮忙啊？我们家里急等着要用了。我跟主任商量一下，你等等。喂，您好，齐州商业银行，您找哪位？我找陈一平。哦，您稍等。陈老师，电话。谢谢。喂，我是陈一平，您哪位？陈先生，是王大夫吗？对，是我。我刚才派人去取钱了。你那个存折上面的钱不是你所说的那个数字吗？那不可能啊！有多少？现在上面说是只有10块钱了。10块不可能，我那里有点二。陈先生，现在这种药呢？如果2天之内，你如果再不把钱送过来的话，那么这个机会，我们只能让给别的病人。这样，我马上过去，好吧？好吧？哎，好，一会儿见。哎。打开看看吧。什么啊这是？这里边也是啊。这，哎呦！这位。我们一家三口人的性命可都在这儿了，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包括爸妈，知道吗？姐，我又不是傻瓜，这怎么可能呢？这个，这钱拿来我都没跟你姐夫说，你姐夫要知道了非气死不可。哎呦，他还真干了。真没想到，这姐夫还真有这么大的胆子！你门插了没有啊？啊！哎呦！姐啊，你这辈子就过好日子吧，你。什么好过了？我都担心死了，就怕有一天，这公安局查到你姐夫头上。不可能，
告诉你吧，姐，这主意还是我给我姐夫出的呢。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借鹿拿贼。哎，这是一典故，出自佛教的《金刚经》。我跟你说，姐，就算公安查的话，最后也是查到刘家善的头上，跟我姐夫没关系。得跟我姐夫说，趁着这机会再干把大的，否则的话再想拿都来不及。不行不行，你姐夫都说了，就干这一次，他再也不冒这个险了。你这什么叫冒险啊？这叫送到你嘴边的肉，吃一口也是吃，吃十口也是吃，索性就吃了个够。理是这个理，可是你姐夫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哎，姐，要不今儿个下班你把他约出来，我跟你一块劝劝他啊。哼，你姐夫一听说是你肯定不见。嘿，你怎么就这么笨呢？你别告诉他我在啊，等他到那儿了我就有办法。哎，真的姐啊。行了，赶快赶快把这些账都给我还上，听见没有？哎呀，那是我的事儿，你就放心吧。行了，赶快收拾起来吧。哎，好。还有好多事儿呢，我走了啊。哦，清楚我为什么来找你。政府，您若不相信我，可以到家去调查。我可是规矩的，从来没干过坏事，这是破天荒头一回。哎呀，从来没干过什么坏事。还是我跟你念念吧，你看着费事儿。听着，姓名郭立军，男，齐州市马口镇小兴村五组村民，流窜盗窃惯犯。1987年因盗窃罪被武汉市公安局处以1年劳动教养。1989年11月。因入室盗窃被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1994年流窜到新疆。政府，别说了，别说了。我是希望政府一定得重新处理，一定得重新处理。男儿膝下有黄金，站起来说话。大威，干嘛呢？我还一人在屋呢。哎，我跟你说，哥们这次是发财了。刚才是你姐吧？钱哪来的？甭管哪儿来的吧。哎，告诉你，知道多少？那么一堆呢。哎，去看看。你是不是想用这些钱来还你欠的账吧？那账还不还我觉得也无所谓了，我不还他们，他们又能把我怎么样？哎，你缺不缺钱啊？要不然给屋里添几样东西。哎，反正那钱就是咱俩的，什么时候要你说话啊。大威，原来你不是这样的，欠债还钱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我不想看到你被人追着满街跑，而且我希望这些钱是干净的。折子上的20万块钱呢？一平，有什么话咱们回家说吧。就在这儿说。我那钱呢？这说话不方便啊。没什么不方便，钱呢？戴威，他真的急着要用钱，我把钱取出来给他了。一平，你别生气，我那个本来，哎，一平，别生气，不，哎，一平，一平，どうかな。うん、できれば一緒に日本へ戻る。あら、ダイさん。あ、ダイさん来てるよ。じゃあね、後で。あら、ダイさん。うん、どうぞ入ってください。はなちゃん、お茶を。あ、不用了。あ、ダイ先生、情况如何？请您点一下，这是20万人民币。啊，果然，戴先生言而有信。嗯，其实啊，大天先生很欣赏你的才干，他希望能够跟你继续合作。让我告诉你，能够跟我一起回日本吗？啊，不用了。请您转告大天先生。日本那个地方嘛，我是不想再回去了。为什么？どうして？害怕吗？我觉得我想要的东西不在那里。在哪里？在这里，其中。我觉得这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嗯，人各有志，不能勉强。但是，你欠大田先生合人民币30万元，如何交代呢？麻烦您回去替我转告大田先生，那30万一个月之内我一定会还给他。不过，老太太啊，下次就不必劳您亲自的打架了啊，搞得这么大的阵势，毕竟嘛。这里是中国。お前何言ってるの？何言ってるの？借金だらけなのに何を威張ってるの？借金は返すべきでしょ？小田さんに何を言ったらいいの？
不好意思，老太太，我回来的时间太久了，您讲的日语我听不明白什么意思，抱歉，再见了。バカ野郎お前、借金をどうするの借金？お前止まれ！鹏哥，你真的要走吗？能不能带我一起走呢？小雅，你看我现在自身都难保了，你要是跟着我，那只有吃苦的份儿了。怎么会呢？我们现在起码有200万呢，就是什么也不干也能过好多年呢。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这些钱要说多呢，多的可以买房了，你要说的少呢，少的仅仅只够买一副棺材的。我不信，我就想跟着你嘛。喂，班长，你找我呀？刚才怎么不接电话？啊，我这有点事儿。你现在在哪儿呢？啊，我这个，啊，我刚从那个刘占勇那儿回来。我问你个事儿，咱们这拆迁款有没有这个应付的？只付了一半。只付一半？没有这个事儿，要么就全付，要么就不付。那是怎么？市一百这个应付款137万，咱们只付了35万，只付35万，肯定没有这个事儿，没这事儿是吧？哎，这样，你晚上到那个茶馆，啊，咱们见面再说。你要走吗？哎，小雅，把上次我给你的那几个存折拿出来，马上就去取钱啊！记住了，能取多少就取多少，好吗？你不是说那是留给辞了职以后用的吗？哎，别的你就什么都别说了，好不好？你就听我的话，马上取出来，好吗？有结果了，这上面的签名好像是一个叫庞中华的人写的，肯定没错吧？没错。
我的错，我应该征求你的意见。再说了，人戴维也说了，这个钱他肯定会还的，好吗？别生气了啊！哎，这样吧，待会儿咱们出来吃吧，正好我也约了一个朋友，好吗？听见没有啊？刘凯，你加入谢队和卢婷一组，扩大对目击证人的排查范围。张卫健成功，从今天开始，24小时轮番监视彭中华的行踪，千万不能再让他从我们眼皮底下溜掉了。啊，我从明天起，协同市总行的稽核人员，全面调查彭中华一手经办的账目。一旦掌握充足的证据，马上对他实施逮捕。大家明白了吗？嗯，我还是监视彭中华吧，寻找目击证人有谢队和卢婷就够了。前两天我们该问都问了，我估计再问也问不出什么线索来了。我跟陈工他们去。这命令哪那么多废话，服从啊。姐夫来了。戴维，你还愣着干什么？爸，说你姐夫为你容易吗？坐这儿，来。一平，戴维他也知道错了，他今天请你来呢，就是想亲自的谢谢你。不是你这云山雾罩的说了一大堆，到底什么事儿啊？不是我说了这老半天，你还是不明白。我知道什么呀？我知道。啊？好，那我就给你提个醒。有一笔35万。什么35万？我说老彭啊，你真就以为我一点不了解你是吧？啊！看来你真是到了狗急跳墙的时候了。不，谁狗急跳墙啊？你到底什么意思？你把话说清楚好不好？不是你自己私自挪走了35万，你以为我不知道是吧？啊，我明白了。你是说，有人从我们的账户上挪走了35万，你怀疑是我挪走的，是吗？你看，你这不是不打自招吗？你怎么就知道是我们那个账户呢？这不是你是谁呀？别人谁做得了呢？要照你这么说呀，我还怀疑是你做的。
走吧。救了我的命了，就是我谢谢你了。你看，原先我小不懂事儿，有什么做的到与不到的，你别往心里去啊。我现在，你知道我手头紧，太贵的东西我也买不起。我知道你好下个围棋，我托朋友。从云南给你带了一副围棋来，哎，姐夫，你看看，喜欢不喜欢啊？那我替你姐夫收下了啊。不过我告诉你啊，这种事儿只能发生一次，以后啊，你要再有这种事儿，你别怪我和你姐夫不管，到时候说我们六亲不认。哎，好。喝点茶，姐夫啊。我已经发誓了，要是我动的，我出门就撞死，这行吗？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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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彭，既然是这样，那我也可以发誓，不是我。姐夫，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什么话？说吧。说实在的，姐夫，你真是个好人，你太老实了。哎，你仔细想想啊，就你挪出那20万，在人家眼里算个屁呀！啊，你看看现在那些啊，有那贪官，怎么黑啊？上千万、上亿的黑，你这20万算个什么？这要搁我，我告诉你，200万我都敢拿。当然了，拿不拿是一回事儿，你敢不敢拿是另外一回事儿。哎，戴维，你别在这得寸进尺啊！打算把我们全家人都害死是不是？说这点钱，你姐夫都快疯了还。别急，姐，你仔细想想，你挪的那钱是什么钱？是别人挪出来的黑钱。如果在这个时候咱们跟着挪的话，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没关系啊，出了事儿他们顶着，账记在他们身上，甭说20万，你就是2000万，跟咱也没关系。当然了，我不是说非得这么做，我只是说就这个意思。而且有一点，如果真要拿，还就得赶在公安把他们揪出来之前下手，否则的话，你就想挪你都没机会了，你知道吗？你
你说是不是姐啊？别说，戴维有些话说的挺对的，咱们怎么没想到？谁让他们贪污那么多钱？谁让他们害死薛飞？哼，我看咱们也不能让他好过。姐，你说的太对了。姐夫，来，姐夫，喝杯茶。我跟你们说啊，你们俩人在这个小地方啊生活惯了，你们不知道这个钱的重要。我在外边待过，我清楚。姐，你说啊，你这些年你生活苦不苦啊？还有你姐夫，你说你活得累不累啊？你啊，每天正点的上下班，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工资？你觉得你们这样有意思吗？这样生活是你们可以说苦一点累一点你们都将就了，可你们替孩子想过没有？多少年之后，你们俩一蹬腿走了，你们能给佑佑留下个屁呀？佑佑从小身体就不好，动过大手术，你说他将来要是真没有本事，他这后半生怎么过？你们替他想过没有啊？算了，该说的呢，我也都说了，你们俩自己合计合计吧，我先走了啊。姐夫，走了啊！哦，姐，那账还没付呢。不是，那能是谁呢？除了你和我知道我们的账号和权限密码，他不应该再有别的人知道吧？咱们行里还另有其人。